2008年大雪灾过去已经有4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在我脑子里。张继康真，你们都知道的，南方很少下这么大雪。这是我们抗灾前的照片。这个就是我的连长周志强。向后滚！还记得刚来连队的时候，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周润发他弟。那天他刚从军区司令部回来，正好赶上了大雪灾的第一天。就这技术，我闭着眼睛都能倒进去了。锤！我倒进去怎么样？你给我洗一个车。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让你见识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车神。班长，杨华华，到。我让你擦车，你在这儿干啥呢？报告班长，马车。你骗谁呢？跟人家打赌。擦车去。是。你等等，我告诉你，以后你再跟我说话说普通话，知道不？知道了，班长。去吧。是。哎呀，赵书记同志，汽车营一连一排一班正在维护车辆。请您指示班长赵豆腐继续保养车辆。是。豆腐啊，到。接一下你们连长下午3点钟的火车。是。赵书记，这还有30分钟了。怎么有问题吗？行，保证完成任务。杨华华，15分钟火车站开整。是班长。现在情况很严重，立即把橙色换为红色。湖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已经连续下了3天了，如果这样继续下的话，湖南就成灾区了。你呀，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在路上好好照顾阿婆。阿婆现在的心脏瓣膜呀有问题，绝对不能颠，要是颠了呀，她有生命危险的。阿婆的衣服带够没有啊？哦，全在这儿了是吧？那行，不能让他感冒，会引起呼吸系统的感染。你别紧张，这种手术啊我们这儿还真做不了，只要阿婆顺利的到达广州，那边的医生啊我们都已经打好招呼了。阿婆啊，刘医生都跟我交代过了，送你去广州手术。小伙子你就放心吧，路上有我呢。
全责。你懂不懂交通规则呀？交警同志，我们还有急事，我们得先走。好的，走吧。好，谢谢你。谢谢你。喂，你不能让他们走啊！喂，好，官官相护是不是？好，我要投诉你。就你这臭技术，发给领导给你啦。什么臭技术啊？你这个臭当兵的！你骂谁臭当兵的？你再骂一遍！我们当兵怎么了？我们当兵怎么了？怎么样？我们当兵按交通法规行动。你欺负人啊你！什么欺负人？我们当兵在哪儿欺负人了？看我不投诉你！你受过教育没有？说是，算了，是。你看见没有？就你这样的，自己是当兵的都瞧不起当兵的，难怪这个社会有些人对咱们当兵的有成见。怎么又冲我来了？冲你来怎么样？开车。是。看来灾情比我们预期来的要严重啊！同志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投入抗灾行动。是。哟，什么时候回来的？下午，离开会还有点时间，我过来看看你。给。谢谢。不跟你说了吗？别老吃泡面。我让你休息一段时间，我的话你听了吗？怎么样？最近腿还疼吗？不疼。来，我看看。真的没事。我看看，来。这疼吗？这儿呢？看什么呢？你呀，别不把我的话当话题，赶紧把这条腿彻底的治一治吧，别到时候废了，我看你怎么办。行，我知道，我该走了。这么着急走？那你今天来是干嘛来了？上次给你开的药都吃完了吗？吃了。没用，没用也得吃，等着。那怎么？你还想瞒过去？瞒不过去，那个坑瘪得很明显。这个事儿如果我扛了，我那四级士官肯定完蛋了。这是师里转发过来的一段视频，挂网上了，跟帖已经上千了。我们欺负人了吗？你说我们欺负人了吗？你说我没受过教育？这怎么回事？问谁呢？你的兵。志强，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首长责令我们必须严肃处理。团长，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会跟连长说那车是我开的，有什么事我帮你捏的。拉倒吧，你又来这个，你知道我最烦你这套，财大气粗的。你以为你有钱什么都能搞定是不是？错了，这是不对。我没说你让我承认什么错误啊。团长，当兵12年，他一次错误都没有犯过。他们班是全连的技术第一，而且他的野外救援能力非常强，经验也很丰富，全连上下没有一个能超得过他。技术过硬有什么用？要思想过硬。我多次强调过，军人的形象重于生命，懂吗？懂。我们可以批评他教育。赵班长他是个农村兵，家里条件很差，就指望这次能上调4级士官了。团长，周志强到。起立。赵德福到。杨华到。跟我出来一下。是。说，怎么回事？今天下午接您的时候，杨华和敌方车辆发生了刮蹭，我让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我没错，我那是正常行驶。杨华到。你没错是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例第一条，背诵一遍。听从指挥，并行禁止。你听从班长指挥了吗？第8条背诵一遍。用政爱民，保护群众利益。你保护人家利益了吗？你现在还敢说你没错？就是没错。闭嘴。好，那你说你没错的理由。连长，我不敢。没事，你现在就别把我当连长，大胆的说。班长，是不是你让我15分钟赶到火车站的？是。那我15分钟赶到火车站，是不是得开快点？开快点，是不是得超车？超车比的那就是技术，他技术不如我，追了我的尾，凭什么还说我错？因为你是军人，你身上穿的是军装。军人，军人他也是人。军人就是孙子了，被人追了尾，还得 say 声 I'm sorry， 我应该给你让个路是吗？对，军人就要忍让，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出牺牲。班长，我没有你那么高境界，我是来当兵锻炼的，不是来受气的。杨娃娃，我在提醒你做一个军人的标准。什么军人什么标准呢？现在是和平年代，军人有什么用？就拿我们来说吧，整天不是学习就是妈车，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杨娃娃，是不是我平时把你惯的？超级小不小，站开了我。连长，你别生气了，都是我平时带兵不严。你放心，一会儿我就收拾你小子去。你干什么？啊？你还想阻挡加措？连长，这事儿不会影响到我转4级士官吧？啊？连长，你也甭为难。我跟你说，人交警都说是他们的责任。大不了我找交警给我证明一下子。你证明什么呀？证明我没有错呀。都上网了。不是，连长，连长，那你得帮帮我。你看我当兵12年了，我没犯过一次错误，并且您交代我的任务我都圆满完成了。您不能，不是连长，你不能因为这点事就让我复员吧？是不是连长？暖气打开啊！我的蛾子快冻死了。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哎，能不能别在这晃呀？晃悠你直心烦。你烦什么呢？我比你还烦呢！我的蛾子快冻死了。我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老婆生孩子关我什么事儿？哎，怎么说话呢你？你的蛾子那是我老婆重要。小姐别吵了啊！我知道今天晚上的演出很重要，我会尽快赶回去的。好了好了，堵在路上的又不是我一个人，你放心了。怎么回事？不知道。没油了吧？哎呦，我的儿子啊！哎呦，儿子，咱不着急，
有什么事赶快说吧。王新曼同志，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向你求婚。老家就要再见了。全部人都上去，就是抬也把设备抬上去。这地方，林参谋长到，你主要负责打通道路，时间短，任务重，要克服一切困难。施主任到，你负责作战动员工作，要让我们的战士做好打苦战、打攻坚战的准备。第三集团部，长官继续。遭遇八十年不遇的特大雨水云的灾害，京畿高速韶关北段交通阻塞，近万余旅客滞留。黄副军长到，你负责后勤保障，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保证我们的受灾老百姓吃上热饭，喝上热汤。是，报告长，完成任务。司令部，全体同志要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志，一切行动与指挥全体干部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真正做到一个职务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什么只有这个地方有电了？下去看看。是。把他们的负责人叫来。是。请。你好，你好。你这里生意不错呀。
还可以，还可以。住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些家属，我们有自己的发电机了。临时指挥部就放在这儿了，让那些老弱病幼、急需用电的当地机构和老百姓都住进来。What time can we go through？ 堵成这样，警察都不出来管管。就你，我都说晚一天来，你俩偏着急。这下好了吧？堵死了吧？怎么了，老婆你？突然间疼了，孩子啊！你再忍忍，就是再忍忍啊！哎呀，不会是快要生了吧？待会儿去找医生了，也不能在这儿生啊！快去呀！哎，别着急啊！没事，大夫放松啊！医生，医生，有没有医生啊？有没有医生？医生，医生，有没有医生啊？医生在哪儿呢？医生，你是医生吗？我老婆要生孩子。是。有医生吗？怎么了？他需要帮忙。医生，帮帮忙吧！我老婆要生孩子了。小姐啊，你帮帮忙，帮我看着他，有问题就过来叫我。他是个哑巴。哦。走吧。他怎么样？孕妇呢？孕妇在哪儿啊？在这儿呢。是你啊，来，让我看看。别着急啊，大家都下去吧。男同志都下去。阿姨你留下，阿姨你留下，留三个阿姨啊。对对对对，您留下。别着急啊。久了，嗨，都一天一夜了。我是从北边来的，都两天一夜了。妈呀，这啥时候才能通车呀？着急，听说是前面的解放军就要来了，还有好几个将军呢。都别磨叽了，赶紧麻溜着过来集合了。快点，张总，到，带着一百群众最前面，把我们的狙击尽量往高了举，让群众早一秒看到他，就早一秒看到了希望。二班，你们的任务是去救人，从第一辆车开始，仔仔细细的寻找冻伤了的、有突发疾病的、饿坏的和晕倒的。尤其是老人、妇女和儿童。Chinese people nice. Yes, they're good. 简直区首长命令，今天晚上以前要打通高速公路，出发。真是谢谢你们的油，我们又有暖气了。冬瓜，冬瓜，我这儿难受。我去找医生，我去找医生啊。使劲，使劲，使劲，结果，结果，医生，医生，什么事儿啊？医生，阿婆快喘不过气来了，他没劲生，赶快给他找点吃的啊！好好好，我马上就来。你跟他去吧。怎么样？天太冷，血管收缩，导致心脏供血严重不足，这样耗下去肯定不行，得想办法。医生，阿婆会有危险吗？非常危险。
哎，好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但是请您理解，因为冰封，我们现在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你们能不能快一点想办法？我的病人不能在车上等着呀！我再给你加强十部野战追驶车和5000件大衣过来，3个小时送到。要全力保证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求。好，首长啊，有一件事情比较紧急。什么事？110指挥中心他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有一位70多岁的老阿婆，病情比较特殊，在送往广州医院的路上被堵住了。您看这个事情，在什么位置？在317路段，距离部队有40公里。离高速位置最近的是哪个部队啊？07号位置。李太原的团，接李太原，接李太原，是。哎呀，可看见马了！连长，连长。报令呢，团长说了，在最后一个受灾群众吃上饭之前，那我们先克服一下。知道了，大家都克服一下。杨爸爸，到，回来。是。有点出息，谢谢。观众，但是，饿忍着。志强，有个阿婆病情恶化，要马上找个大医院去做手术，就堵在这儿了，是吧？现在啊，这国道和高速都已经封死了，你们呢，从山上翻过去，把病人原路给我接回来，明白没有？班长，这个山路我们不了解，能不能先找当地的村民了解了解情况？多一个小时，病人就多一份危险，天黑以前必须给我赶回来。是。赶紧手术了，现在到处都已经堵死了，怎么过去啊？医生，医生，我老婆要生了。你帮我照顾阿婆，我去去就来，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有事找我啊。阿婆，没事的。讲一下，接到一个新任务，去营救一位病重的阿婆，山高路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司令，谁去？连长，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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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归队。为什么？不为什么，有比你更合适的人。咱们连野外救援能力有谁比我强？站出来。连长，就算我要复原了，我也想光荣点离开。是啊。杨红啊，到。连长，我觉得凿冰更适合我。麻溜过来，快点！连长，你还是让我一个人去吧，他这个富二代啥也弄不了。没扶上你刀呀？还是我去吧。我怎么了？喂，给你任务就给你荣誉。班长，你傻呀？连长，整理装备，马上出发。是。咱们俩的事儿，等我回来再说。这里，哎哎哎！别打了！干什么你？啊！
法开，太滑了。半个小时必须赶到，开太快会掉下去的。胆大心细果断。是。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因为你身上有股劲儿，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我相信你，你一定行。花花，来，连长，他不行，富二代他是，还是我来。让他去接一个病人。哎，你让通讯员问问周志强那边什么个情况。是。连长，走不了了。报告公里数。53公里。赵德福，到。安全架。是。正在前面开通道路，相信大家很快就会离开这里，请大家相信我们。解放军同志，我婆婆在这里。知道很重要，可是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的。你这个臭当兵的！再骂一遍。你干什么？是来接阿婆的，阿婆情况非常危急，需要尽快手术。医生，医生，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老婆怎么办呢？还有个孕妇需要我接生，让这位姑娘和你们一起去吧，她一直照顾阿婆的。好，
驾驶上车，上车，上车，来，快快上车！连长，连长，如果这些人全聚的话，咱们车指定坐不下。解放军同志，小兄弟留下来我照顾。好，谢谢你。哎，放心吧。就放心吧，走。周连长联系上没有？报告团长，周连长暂时还没有联系上。这个时间啊，估计他刚到。团部，团部，听到指挥的。团部，团部，听到指挥的。团部，团部，听到指挥的。下越大，这条路很危险。这有条小路，走这边。是。轮子陷住了，下车。是。拿铁锹。是。好吧，到过来。是。好一点。嗯。连长，凭我的经验，咱们的车肯定动不了了。现在车没用了，有钱没用了，但我们有人。华华，还能坚持吗？哎，行不行啊？来。连长，你放心，我没事，没事。我原来飙车是受了伤，
比这严重多了。好，我们只能徒步前进了。通影员到。周连长联系上没有？报告团长，暂时没有。接着联系。是。只能趟过去了，不知道水有多深啊！走，连长，我来。你在这等着。我没事，顶住！没事，连长。
大妈，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儿子，辛苦你们了。你照顾下大妈。周连长，周连长，请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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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连长。周志强，周志强，我是团长。周志强，我是李太原。哎呀，遇到什么困难了？这是。接着喊。哎，班长，我没事。班长，我真没事。班长，说了我没事。你真是个傻小子。班长，你别跟连长说，这是咱俩秘密。好吧，你腿怎么样？不好，连长。连长，我腿没事儿，没事。让我看看。来，那个我给衣服刚穿好。嗯，没事。连长，我跟你申请个事儿。我想休息会儿，就一会儿。不行，大娘，连长，让我们休息会儿吧，累了。连长，就一会儿，一会儿。好，那休息一会儿吧。哎，谢谢连长。一连上去没有？上去了。二连呢？都上去了。好，让炊事班做馒头、做包子。是。团长。哎，你好。周志祥找到了吗？还没有。哎。拿什么呀？报告团长，周志强的左腿患有退行性骨关节炎。后果怎么样啊？遇到天气冷，会剧烈疼痛。如果严重的话，会失去知觉。周志强，周志强，听到请回答。周志强，周志强，听到请回答。让二连派一个班，不，派两个班，去接应一下。周连长，是。我想问你个事儿，但一直没好意思问。啥事儿？就你和那新万医生是怎么回事？小孩瞎打听这个吗？那个华华想听你就说说呗。对呀，连长，说说呗。新万是个好女孩。连长，我也觉得新万医生是个好女孩。然后嘞，然后嘞。新万对我的好，只有我自己能感受得到。婚姻上失败过，我也失败过，所以我们都更加珍惜。你们都知道，我在襄阳有个媳妇儿，朋友介绍的，我们不太了解，就很仓促的把婚给定了，当天就闹翻了，问我要车要房，反正一大堆东西，我给不了，他就不跟我办婚事。我们是有名无实。三年了，我整整纠结了三年。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既耽误了他，也伤害了新曼。等这次救完灾，我就娶新曼，就这么简单。哇，想不到连长内心里有座火山哦，连长。
翻过这座山就能看见部队了。好吧，你还能挺得住吗？能。好，那你跟班长抬大妈先走，是，我马上就跟上。是。来，慢点，好好顶住。来，这，来，顶住，顶住。现在是真没感觉，连长，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还有我，我可以帮忙。孩子，阿伯，别管我，阿伯，我马上就到了。我是心脏病，你们不能活着命救我呀。我也活不了几天了。阿伯，你说啥玩意儿呢？你放心，没事儿，你一定会长寿的。对，阿伯，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解放军呢。我死了也不开心呢，把我放下吧。阿伯，因为这场大雪，让我们认识了，缘分呐。是这场大雪让华华也长大了，也是因为这场大雪让我自己明白了好多事儿。还有呢，你的孙子冬瓜还在等着你呢。冬瓜这孩子命苦啊。阿婆，我们不仅要把您安全地送到医院，而且我们大家都希望您够好好的活着，等您出了院带上孙子，我们大伙儿一块吃个团圆饭。谢谢你们，谢谢。好，走，华华，我背你。连长。啊。我可微信你帮个忙。什么事儿？说。前几天我开车和班长发生了一点不愉快，都是我的错，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道个歉啊？那段视频是你，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而且我很后悔。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自己说？我在心里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可是我一见到他就说不出口。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因为这件事赵班长要复员了。什么啊？班长，班长你歇会儿。班长，什么用啊？你现在只要好好的，我就高兴了。再说，我现在得给你拍马屁呀！只要我复原之后，如果找不着工作，没准还得上你们家打工去呢。我才不要你呢！就是没事爱给人家抹眼药。你个没良心的，那是上药吗？啊，那叫爱你。再说，我就这么一说，我还不愿意去你们家打工呢。你财大气粗的。哎。
用力啊！等这次九完灾，我就娶新曼，就这么简单。在这场抗击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啊，我们全团官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人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啊？团长，哎，这周连长回来了。Thank you.
上级给我的老班长记了功，朱甜甜也删除了网上的帖子，但是老班长赵多福为了维护军队的荣誉，年底他还是选择了复员。班长，你要是找不到工作了，记得找我。